手游酷玩。老公啊，这两天我不在，你们俩点外卖多点点清淡的。啊，知道了，老婆，你就放心吧，保证饿不死。天热，别让孩子总在太阳光下玩，小心中暑。哎，为了安全，我不会让他出门的。嗯，哎，最近蚊子比较多，别忘了关纱窗啊。要是被叮了，给他用点花露水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又赶不上车了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晚上。爸爸，我被蚊子咬得好痒啊。哦，你妈给你准备了花露水，你自己去拿吧。嗯，五分钟后。怎么还这么痒，真是受不了了。爸爸，还是好痒呀。儿子别怕，你妈给你准备了两瓶花露水呢。两瓶我都喝光了，也不管用啊。啊，你这花露水不管用。喜欢记得订阅哦。